日职棒的主要观众是欧吉桑跟小孩，那有没有很奇怪的欧吉桑？比较怪的就是有一次，因为我们不是有办公室嘛，然后我们下午就进办公室，有一天进办公室的时候，我看到里面有一个人，他拿着那个纸板，然后写你们是我的胜利女神，然后只要一个人球员经过，他就拉着就跑这样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恐怖的诡异，这是诡异，诡异而已。超诡异。然后树楼去日本工作两年，然后你的感想大概是什么？不要去日本工作。那时候全国都很紧张。有吗？有啊，有你全国不紧张的就你，全国除了你之外，所有人都很紧张，好不好？到很后面的时候才意识到一点点。最后一个打者的时候。最后一个，我有瞄到大家都站起来，然后你们在干嘛？先坐下吧。你那时候比较想三振他，还是想要没有？刚赶快解决大家。那时候前面五个都三振，他说那全部都三振好了。就第二个没有大家，啊算了，解决他就放弃。第二个解决他就好了。所以68打完就受伤了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宿舍只有我一个人，然后有很多时间。宿舍就你一个人，因为人家去练习。哦，那在宿舍干嘛？看火影忍者，附近的时候把火影忍者追完的，从第一集开始看呢，在车上也是，要不然太无聊了。你的手是查克拉之后，我觉得这期最大爆点是喜爱棒球的小朋友知道该怎么练，才可以打大联盟了。你英文好，会啊，你是要开始要上课？国小的时候，妈妈有叫我去补习，基本的会，多基本。上大联盟设计一些自己的动作、啊，什么？上场之前说，先用查克拉。然后记者问你说干嘛？你那时候在干嘛？说我在用查克拉。出场请用火影忍者，用火影忍者。所以跑的时候要这样跑，这样跑就是。你可以从那个红、啊、那个分会球场后面跑出来的时候，这样跑出场。好，今天谢谢志荣来上节目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不太会讲，所以你这样说，不要这样欺负他。会这样说客家话，会这样说英文。这个你，干那 no out one out， 一里路有人的时阵会发生。我忘记那个词。我紧你讲看麦。累也不死，累也高飞。有，他忘记那个词。不一定的话，特定过来变哪讲？变化。你刚才胖，逆风，英语安怎念？比。内野必死球，对对对对，这个要怎么猜啊？一番汉堡，二番豆奶，三番，这是什么款的？我的，这什么？早餐店打线，迪拉队陶琴，一哭摇滚区，迪拉队陶琴啊，摇滚区不然呢？不是摇滚区，支持区，观众区，哎，劈掉拉队，热口区，劈掉拉拉队，什么物件？体香区哦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体香区，不是劈。快中快中啊！啊，嘿，佛香区、法香区，哎，太新颖了啦！因为你是球迷，好，不是球迷你就会知道法香区。因为投投投球的时候要定一下，我知道，在家都没有，没有在家会这样，然后做投球动作。他是无时无刻，只要这个环境让他感到放松，他就可以马上开始。基本我今天只是在银行要领钱，他就可以在旁边那边投，那我要干嘛？警卫就在那边看他，我没事错、啊。OK， 我已经习惯了。哇！撞他，掐死你！王总都这样。我觉得很可怕哎、欸，而且这个人怎么可以掐人家脖子啊？掐他脖子这个人，比赛完之后去警局报案。很像阿德瓦会做事，被掐的也可以报啊，怎么办？我笑不出来。真正的球迷就笑得出来。好，真正的棒球迷都是一群没有同理心的人。好，我当来宾就好。还有背上穿。对，特别为了第一。哇！差点就去了。那你那时候知道你去参加朗明哥罗斯是去棒球场的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读大学读表演系嘛，所以我大三的时候开始要去各个地方甄选，然后我就看到网络上有一个叫新计划的东西，然后我就过了之后我就去初选题，我是那时候才知道有这个职业，然后后来想说，哎、欸。
怎么会是拉拉队？然后我就想说啊，我既然已经报名，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。所以我后来就很认真去准备表演跟甄选的内容。你也是很认命。所以你们的拉拉队服是发童装吗？是啊。真的吗？一百一跟130。你想为什么？它那个是假扣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假扣？只有这个最上面那是可以扣的啊，其他这边都是松死的。哦。所以我们在休息室换的时候，其实就这样塞进去。你有看过兄弟的吗？兄弟有。有，他们会一直兄弟一直晃动。兄弟。我真的太可怕了。因为我们知道曹操他赤壁之战是我要统一江山的那种感觉，曹操这个心态是好像总冠军赛已经三连胜了。又来了。就曹操其实长得蛮像庾澄庆的。结果年轻的这个周瑜，哇，是超级新人出来的，而且心脏还开过刀，对不对？赤壁大火，曹操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知道当换就要换，像每句话都感觉是有意图的。想问一下，因为你们都很了解三国嘛，曹操那时候打赤壁之战的时候，如果带了谁，他可能就会赢得赤壁之战。重要大赛，然后少带一个人，对，重要大赛少带一个人，可是而且那个人可能还是当代最好的九个人之一，有一个常威最佳九人，这个中原最佳九人，整个联盟最佳九人，越想越危险了。我说徐晃啦，徐晃是五子良将嘛，像曹操整个集团里面你要找前五名，但赤壁之战你很难具体找到他在干。所以我们就会想象说，他是不是如果曹操那时候交付他更重要任务，可能如果当初名单多画一个人，他就可以在总冠军赛上拿。不讲。他还带两个人，就他没用，对不对？他那时候就觉得，我觉得我不需要带，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想好了。对啊，可能还没想好，没他没经验吧，第一次打。对，你还有机会。有续集哦。没有，他回去就。有一次那个啦，学校的那个跳舞的原住民舞蹈会有那个牵手的那种，我本来是跟他一起跟我的时候就回归开玩笑，这样十字紧扣走位啊，走错吧，然后突然换到位置，然后没有跟他讲还是什么，突然贴一个女生啊，他就这样十字紧扣，发现是这样吗？他就这样走过去，他就跳开了，吓到了，跳开，真的假的？马姐不是在这里，突然跟我讲，我刚刚十字紧扣的，然后看，手好像不对，很明显不对吧？那个女生她也跳开。没有，我跳开，他应该蛮爽的。主场的人就是挑客场打序其中一个人 ，Beer Battle， 只要三胜他，规定时间里面啤酒会半价。乐天对味全就选刘世豪，会广播，然后画面那个电子看板也会，就是电子看板也会，这很猛我一个队友连续三场被挑到，就只有他上来打，全场欢呼，他感觉要被三胜了。钟子帮他学起来，一定要找我去主持。以前挑选手怎么样？挑基因，父母亲高了，小孩子一定高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大联盟级的选秀大联盟的。我跟你讲，还有挑帅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你挑帅的，以后打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他以后出社会比较好交朋友。对不对？当然是巨人队的挑法。万一他不打球的话，最起码他要转行的话，人缘也比较好。有印象你谁？我这些条件，我没有什么印象。有网友做了一张球品酒功课，你算混乱邪恶？有像吗？这个是网络上的一个那个。基因里面善良才重要，外表邪恶的人多了啦，我跟你讲。之后你们会聊吗？就聊有些乡民讲话什么的。我不聊，讲不赢他们啦，一张嘴要对几千张嘴，你要怎么讲？我只能够说，乡民最好你租一个运动场，然后不服气的乡民都出来，我一个人对付你们几千个乡民。做特别计划。可以，不怕户。今天最重要的议题就是靠脸，那都丑八怪，要打拳擂打又没有球迷，女孩子的口袋才比较深呢、啊，女孩子随便掏都几千块，这是真的。有个乡民说，那个钟教练就像喝醉酒的阿伯在播球，其实没有，教练是喝奶茶的，咖啡，教练喝咖啡，不喝酒，无地放肆，他高兴射哪里就射哪里。箭靶也是一种需求，其实我们也是有雅量啊，射过来吧。国中手游击手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国中教练是屠龙手陈宪章，对，他就看我就接到就是这样传，他说宇俊你手拿高一点丢，我说好，拿高丢，丢到后面我又喜欢用侧头这样，陈江就叫我过去，他就说过去，你想练一下勾吗？我想说嗯。
好哦，就我一讲好，他就开始了轻轻打我的头，这样好嘞，没有前途。我想说，哇，你不是下钩吗？那你有跟你们队上那个下钩的拉乌说过这句话？有，你有跟他说？拉乌呀，然后我就笑笑的，他都一直笑笑的。他只有那天就到郭富林是很生气啊，我怎么被判出场了？一次叫嚣，第二次有冲。哎、欸，那天真的很刺激，整个都活跃了起来，整个人都在跳。你去年还有一次吗？太明显了啊！那头头就是要丢啊，手他自己承认，他没有什么哦，我不小心丢到人，下一场可以说我是故意的。你下次试试看啊，下次试试看。反正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不觉得奇怪，听你的，阿强教练，听我的，听我的。那一天是三连战，三连战的第一场，第一局小胖和他起，刚开始胖奥兄弟就出来挑战，看有没有阻挡、嗯，后面又没有阻挡，哇，全部球迷就开始干掉，开始骂。我们那一场输了，前领队就集合就说，你们今天就到饭店好好休息，不要看 PTT， 因为看的都没有用，不营养。宇勋，你今天在看手机，在 po 文。就隔一天换我三振完，比这动作好。阿夫下一局打李正昌全垒打，我又丢一局又赢了嘛，好。嗯、接完领队就鼓励大家，鼓励完之后好，宇勋来一下来一下，我就像过去，他就给我搭肩一样，沉住气。我们下半季拿到，你要 po 什么？我当初没看到。Yo， 野球干一杯的朋友，在干杯之前，记得到 Animo 运动吧订阅，还有按小铃铛，开启你美好的饮酒未来。Drinking， cheers。